個女人，亦都係天主教徒，應該慈悲為懷，應該對、女性受到呢一個性侵，係或者係性嘅暴力，係有切膚之痛。但你睇睇後面，後面就全部都係男人警察，公安嚟㗎，公安警察，係叫公安，啲奴才狗啊，去曬邊啦？嗱，林鄭就曾經講過啦，大家唔使驚，我喺天堂留咗個位嘅，我係天主教徒，佢而家就同啲魔鬼打交道，佢就係依靠魔鬼，佢就係依靠魔鬼去殺咗提醒佢有機會變做魔鬼嘅天使，即係我哋好多嘅女抗爭者。林鄭唔獨立調查。叫鄧炳強去呢個訓戒訓斥，有乜意思啊？鄧炳強叫人去報案，你自己呢個警署裏面冇 CCTV 嘅咩？你交出嚟先啦！林鄭係死有餘辜，如果佢有一絲嘅惻隱心，面對咁嚴重嘅指控。他應該下令獨立調查。羅范昭芬是他的行政會議成員，查都不用查，就說人家那些女示威者侮辱人家。林鄭去公園那裡打電話，有人找錯鬧他，鬧得好，因為假仁假義。梁振英在2015年拿了500亿出来，说要做全民退保，那时候我们拉布，现在去哪边？他有没有 拿出来？林郑因为派了给工联会做口罩。林郑是一个特首，是一 个天主教徒，他应该有恻隐之心，不应该对于女性贫穷，對於女性做了一世工或者養了一世仔，不能夠養到自己，應該責無旁貸。女人沒有公開貧窮，主婦因為丈夫沒有公開貧窮，那你還不是設立失業援助金，不是設立這個全民退休保障，還設立什麼？林鄭愧對婦女，林鄭愧對婦女，設立失業援助金，設立失業援助金，設立全民退休保障，設立全民。